那我最后再跟你提几个要求。哪有，都要走了还提？又迟到了。咋慧慧？早啊，团子，你吃早饭了吗？我还没吃呢。我也没，我还是直接吃午饭吧。这是我买多了，然后我吃不下了，就给你吧，你不要浪费了。哎，慧慧，那个这个给你吃吧。啊，真的吗？谢谢。什么给你拥有，那过期无效的挽留，爱可遇不可求。今年目前是3000，预计来到8000。不管是明天还有人需要再买的多吗？顾总监，顾总监，你看这个方案还有什么需要修改的地方吗？既然决定执行了，安静等待拯救。那些伤感理由，团子，爱可遇不可求。哦，好。小红，不能声音去猜，只会把爱。我还有别的事，顾总监，你找别人吧。你要什么？只是我碰上烈酒，不言而喻的放纵。你胃不好，以后我不在你身边了，我不能第一时间。哎，团子，嗯，你能帮我去会议室拿个文件吗？我现在有事儿走不开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小孩，谢谢你。胃药不是我准备的。我还没说胃药呢，你怎么自己就知道了？真的。我当然知道不是你，这是我自己报的。那你为什么？你就当我自欺欺人吧。静静想你的心如何碎。